嗨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商品吧。日本制京都西川被套。这件被套之所以 HIMA 想要为各位介绍，是因为它的设计跟以往的被套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它是双向双边拉链，两边的拉链都可以拉到底，而且一边拉链有附双向拉链头。那它使用的拉链是使用日本大厂 YKK 拉链大厂，不管你在装入或取出棉被时都非常的轻松方便简单。另外，它有一个设计也与以往传统的被套是用绑带绑在四个棉被的角落，这件被套它是用扣子来固定棉被的。那它除了一般四个角落的固定之外，还多了四个点的固定，所以总共有八个点的固定哦。再来，这件被套的来头可不小哦，它是京都西川这个日本品牌的产品，是日本制 100% 棉纯棉的商品哦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花色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深色系，一种是粉色系，待会在 DM 上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后面这张照片是我的实体照。以上就是今天 HIMA 所为各位介绍的 HIMA 精选日本制京都西川 100% 纯棉的被套，谢谢大家。